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oYoti， 欢迎来观看我的游戏影片。今天我们要玩的是 Minecraft。我们这一系列可能再录个几集就可能就要结束了，因为。考量到，比较无聊，单人比较无聊，所以就先，可能就先不拍了。但是 Minecraft 的系列还是会继续出，所以如果爱看 Minecraft 的观众，不用太担心。那我们今天就不要去挖什么矿啊什么的，来盖个超赞的房子，超赞的小木屋。现在看起来算还好，但是等真正盖出来，一定会超赞的，呵呵。挖树。哦，对了，我好像有装模组自动整理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用，但是我先试试看，应该是没有。那我到时候可能会再来调整。自动整理包包。什么模组啊？模组很方便，但是不要太过依赖，因为假如哪一天模组不能用了，那就麻烦了。为什么一直听到哭光的声音啊？哦，哭光，原来在这里啊！哦，快死了，需要补血。原木全部拿来做木材好了。我们屋顶要怎么盖呢？怎么盖呢？想一下。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看我的木材漂浮术，然后这样，先把这边回收一下。
盖了一点点，就只剩下24个、23个了，用的有点快啊。剩5个，用好快。我们先一袋一袋，先补充一些树吧。这个小蛮腰好细啊，看了我都流口水。哎，不是，没有流口水。卡住了，卡住了，竟敢卡老子！我就让你卡到硬。哎，不是，换原木。不对，换木材。哦，木材应该这边。来看一下怎么样？感觉跟想象的有点不同，但没关系。继续啊，这边，这边这样好了，把这边推掉。擦一下火把，OK， 这边点一个，好，继续盖我们的房子。哇，木材马上要没了。啊，又饿了。等一下，农村生活，独居生活。没有女朋友的生活，只有右手的生活。看来我还蛮孤单的。过来，过来。老子在不怕你！看来那里不安全啊！吓一跳！插火把，火把，火把，火把！
看到看到了，不可以乱跑啊！乱跑这样走失了不逃哎。石很多，来用鹅卵石代替好。不错，这就是长太高的下场，太高了，太高，好丑，怎么那么丑啦？不敢相信耶，怎么盖那么丑？太久没玩麦块。好吧，真的很丑。算了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不能中啊！这不能中，这不能中。哎，可以中啊！啊，这是两层的耶。多一点梯子好。好，拿这些楼梯去干。改错，哎，等好久，终于有音乐。
看我的信仰之枪。信仰之枪就是这样，抽墙。再来合成一些梯子，跟石头一大堆。在水中的还可以接受，但是上面的还是要打掉啦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太手残啦！3、2、1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让我们深呼吸，吸，吐，好了，现在都万事俱备了，让我们开始吧。的人生就在此画下了屋顶。哎，啊，这边填空算了啊，填空算了。哎，哎，为什么随便盖就盖上去了？看来是我太笨了。最后一个完成，真的越来越像祭坛啦。本来的小屋就这样变成祭坛，哎，都没有历史，不是，都没有什么碎石，好可惜。再来补完最后的吧，正面什么的，就是这样了。背面呢，管他的，哎，好痛！看我的天梯，天梯，赞赞。住了，不错，
后面不管啦，不管。哎，今天真的是手残大集合啊！哎，这样好了，那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嗯，今天在做什么？哎，没石头了。怎么可能没石头呢？其实我蛮讨厌这种没有长草的土，不太好看。他们鸟的，这什么东西？哎，卡住。哇，这树也太高了吧！我是不是种成神木啊？啊，被挡住了，啊，越看越像祭坛呢，怎么办？算了啦，我跳，哎，要摔死啊！烤鸡蛋，好啦，这系列就用。这个房子结束吧，不然也没有心梗呐、啊，没有心梗了、哦。这边拆下好了，全部换石头，鹅卵石。哎，那就这样啊，差一个什么的就不管了，就算了吧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啦。喂，上面尖尖的。这样也不错，虽然没探险到什么东西，也没有很欢乐，
但是你就这样啦，其实也算还蛮开心的，虽然有点无聊。啊，这一系列就结束啦，以后拍一些多人的，要不然就是生存解谜吧，或是创造解谜也可以啊。还有观众想要一起玩的话，也可以加入，对，跟我一起玩。你们只要在下面留言，就可以让我知道了。那么就这样啦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